每年过年都要到台中农场，有红包啊，红包可以拿。对他的厂长来讲，都是一个少将退伍以后在这当厂长嘛。对我们这些老兵来讲，都是这样，就像这个聚会啊，就是团结，是大家庭都会前面去拜年。对他厂长都会发我们这些小朋友一个红包，就用脸盆嘛。对，你拨那个薏米，一定要拨的、哦，你不用用，因为你们要种嘛，你不用用要做种子，要做种要拨的，这一盆哈、哦、才十块钱呢、欸。哦，你还拨到十块的、啊？好像拨这样子，啊，那拨三块而已，一天都不到十块钱呢、欸。